对于每个篮球爱好者来说，他们都有自己的篮球偶像。或许正是这些篮球巨星才让他们慢慢开始喜欢篮球，而后再渐渐爱上篮球这项运动。像乔丹、科比、麦迪等等巨星也为球迷们奉献了太多太多的精彩比赛，或许他们所创造的那些属于自己的记录终究会被刻在历史的辉煌中。今天就给大伙介绍其中一位非常伟大的巨星，那就是乔丹。或许对于我们80后的球迷们来说，当我们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乔丹效力于奇才队，虽然乔丹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能力也渐渐下滑，但是那个时候对手终究还是不敢轻易轻视他。虽然乔丹已经退役许久了，但是已经54岁的乔丹有空的时候依旧还会打打篮球。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乔丹来到美国某所学校和当地学生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比赛过程中，乔丹展现了各种无解的进攻手段，像拉杆上篮、后仰跳投等等，让对手根本就防不住他。乔丹的背打后仰跳投更是一招吃遍了全场。